阿姨辛苦了。不辛苦呀。这个保护海洋环境，这个阿姨这么辛苦，来来来，今天这么热，阿姨喝瓶水来。谢谢哈。啊，不谢不谢，这个保养保护海洋环境哈。大潮的时候，像这样的石头下面肯定有货。首先把石头搬开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螃蟹！我的妈夹死我了！进来的老铁，在手机不卡屏的情况下，麻烦你给小弟个双击，屏幕两下加个关注。知道哈，好东西要拿出来分享一下。我今天把我的两只小跳跳带出来拍个视频，还有一只哈害羞了还要跑呢。别跑哈，屏幕前的人不会抓你的，他们会给你双击的。有的朋友第一次见这么漂亮的小跳跳，进来就给了一个双击。喜欢看大海抓海鲜的，加个关注，看我直播。